一个，好看。哎呀！你上谁呀？现在不是牙疼了，牙里面不知道有长啥玩意儿。给我脓包，然后破这么大一个洞。你这嘴巴里面这玩意儿老生病。不知道呢，让医生帮我挑弄一下。几瓶？今天大姐生孩子，我们今天也设置一把，一起出来喝一杯，庆祝一下。哎，来，坐，来，恭喜大姐喜得千喜提千金一枚。是的，恭喜大姐喜提千金一枚，恭喜大姐喜得小龙女一枚，恭喜大姐喜得小闺女一枚，恭喜我大女儿，带了个小女儿，我给她起名叫小龙女。来，恭喜大姐喜提小龙女一枚，好，啊，谢谢大家，好，啊，我替大家谢谢你们啊，我替大姐谢谢你们啊，啊，你看吃好喝好，好的，啊，随便吃随便喝哈，这个小孩这大名字小龙女嘛，是吧？对，挺好，阿姨先帮你吃啊，啊，阿姨先帮你吃，给我看，菲菲，小哥你照片给我看看，来，快，刚才有一个照片的呢，好可爱，好可爱，兰花指。两个故障发十六，我们这个界面里都发了。对，我们界面里都发过去了啊。对。啊，好好看。哎呀，你像谁啊？像他姑姑。像他爸。像谁？像他小龙。像他爸。到底像谁？像你大姐。像，完了，像我大姐就完了，他得像龙哥吧。姑姑也好看吗？先当舅舅，像他舅舅也完了，不能像他舅舅。对自己那么没自信，可能还没长开。长得像小姨，符合一家人的优点，长开了就好了。一家人的优点都有了。这关系吧，这可以吃了吧，老板啊？这个，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啊！大姐的娃娃女娃是个闺女，这是十一斤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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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十一斤六两。对。那妈，我生下来多大？你生下来，阿舅舅生下来4斤，比我两个还大。那阿姐呢？我家双胞胎都没她一个。阿姐生下来6斤，我们家两个加起来才5斤多。阿姐一个2斤半，2.4斤，2400克呢。哎，不过幸亏破，不破，啊，真的真的破，啊，破身，十一斤的，妈呀！那是馒头吗？大姐真厉害，鱼豆，大姐真厉害，太伟大了。可以吃了吗？小姑娘有福。对对对。今天是个鸡，真的是你大姐厉害，大姐厉害哈。有没有能熟的？我们先吃的。我们肉也破到3、4点钟才吃中午饭这个。这样不是牛肉就饿了。这个豆腐可以吃了。啊，鱼豆腐。好想吃豆腐啊。这豆腐还没好。那吃点豆腐吧。没事。有没有菜？给我里面加点菜。有，你们点过来。干啥？拍个视频。记录一下你们的美好生活。你看这个在化妆，是不是？没时间，直接在这里化妆。没时间来直播间化。快开播了，不然让大姐扣你工资，你快点。开播了，跟龙哥连个麦。导演，图片也可以啊，给扫一下。人家都要看一下，用你们那个给我们看是不是？11斤，对，11斤多，正好啊，等着，冬青姐，你是不是生闺女？我不是我，是我姐，差不多吧，她的闺女就是我们的闺女，还好是抛了。连过来没有啊，龙哥？那哪生得下来啊？还没有。大家的女儿。这么久吗？跟你讲啊，我生不下来，这说错了，不会说错。3、4、1斤6两，名字叫龙十一，啊，对，名字暂时我们给他起叫龙十一了，对，小名叫龙十一。对，让我姐夫连过来啊，让我姐夫连过来，因为他们那边我姐夫一个人在那呢，我姐躺在床上呢，小龙女就在他病床旁边。什么家十一在旁边啊？我们家十一在旁边睡着了。啊，我们家十一在旁边睡着了，咱们家十一。啊，对，二姨要做奶粉和尿不湿钱了。来来来，连上了吗？声音关掉。声音全关掉啊。我的乖乖，你们听到了吗？你们听到了吗？
那鳄梨是不是吓他了？他为什么叫？哎呀，那高兴。哎，好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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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行了行了行了，扫一眼行了，看看奶茶，看看奶茶。让我姐别忘记咱们家工程啊！对对对对对，看看奶茶，声音洪亮，对，正气十足。哎呀，姐姐好啊！啊，在小宝宝在向我们的粉丝朋友们问好呢。啊，大家好，我是十一。说话了，大姐，这名字叫十一哦。对，给大家翻译一下啊，咱们十一刚刚说了啊，大家好，我叫十一啊，初次见面，俺俩还给大家听一下。啊，十里挑一。龙哥给大家说两句吧。哎，真的实力雕一哦。哎，真好玩啊！声音真洪亮，是那个啥人？是那个小人。哎，让龙哥说。三言两语都不知道怎么去表达，知道吧？啊，完了以后呢，我改天吧，改天我那个啥，等你们忙完了，我专门那个啥一下，好不好？这么啥呀？那个、他是我们什么样的报喜的，他了对，你要到梁家来报喜哦。喜蛋猪的99户。喜蛋。嗯，喜蛋猪99个，村里全，你得回家全庄人请吃饭，我跟你讲。我的妈呀，这生个女儿让我就请全大村吃饭。啊，这太帅了这。我现在在给你解做治疗，哦，这样子啊，给你说最后一句，咱们给那个小宝宝起名叫十一，因为十一斤六两嘛。嗯，粉丝们起的。怎么粉丝们起的？怎么样？龙十一，小名合适吗？小名十一。哪里？宝宝七斤半呢？七斤半？哇，谁说十一斤的？就是龙哥说的呀。群里面。群里说的呀。说的吗？哦 sorry， 不你说娃他爸出生十一斤六两是吗？啊，咱们那娃是七斤多是吗？搞岔题了。哦，搞岔题了 ，sorry，sorry， 这俩人到到位。既然已经到这个说这份子，也叫十一吧。对，还叫十一吧。随他爸。随你爸吧，啊不随啊不随随你爸，随他爸。随你爸，随你爸，我这啥意思啊？随你爸。语无伦次了啊！随你爸。上热搜了是不是？如愿以偿了。哪有闺女的？哎呀，啊！搞错了，再来。原来是七斤六两，那就龙六龙小七吧。嗯，小七好听，小七跟十一都好听。嗯，是的，嗯。龙十月，哎呦，龙十月。小七好听。小七，嗯，女孩小七好听。女孩子叫小七，嗯，对嗯对对 对， 对。龙小七也好听，小七也好听，就这样叫也好听。阿龙笑的脸都，嘴都裂疤了。喉咙这里。耳朵都裂到这里来了。哇，一万，是的，给我们上一万人。哎，点点赞，加入一下直播间。对，好，好，小心心，好，好，哇，像他小姨双眼皮。龙哥，你实话实说，你看是像我姐还是像你？对，快点说，你这跟前你能看得到？像我一点，鼻子像你姐。哇，不行的，像他像他大姑吧？还像姑姑吧？啊、真女人家说真女像家姑啊，还没长开呢，应该没有像我长得，我就像小姨啊，她应该长得像小姨，是吗？啊，小姨谁？像小姨一个小鼻子，在这，像小姨，对，龙哥儿女双全了，看看宝宝、嗯、小美女声音很响亮，对，是的呀，太搞笑了，哎，行、啊，管她像谁都喜欢，都好看，对，是不是？对，来，啊、龙哥说了，小明就叫小七，全网起的。舅舅起的，网友起的，啊，还有舅舅也说叫小七，啊，舅舅也起了，啊，舅舅也起的，我老公也起了，舅舅小七，都加点小七了，嗯，是的，小九啊，小七吧，小九啊，小七还有点意义，啊，龙星月，哇，哎，肚子大的，屁股大的，胯大的，腿粗的，腿粗的，胯大的，能不能穿？妈妈。啊、你喜欢这件衣服啊？啊，我喜欢。这个一身，我帮你拍了哈。啊、背身，就这个，就这个白的吗？啊，这白的一身啊。可以可以。老妈，你看现在有眼光了，你就适合穿这些衣服。好了，我帮你拍个白的哈，搭个黑裤子。嗯。好。白裤子，白裤子，白裤子。白裤子。啊。好好，可以。这个白裤子和这个、啊，你试过了吗？试过了。好看吗？好看。好了，我帮你拍哈。嗯，挺好看的。嗯，好。
老妈辛苦了，你看睡着了，老妈都睡着了。这个已经要下播了，这边还在屏蔽。老妈，累不累？累，啊？累死了。下次带货出不出来了？不出来了。啊？不出来了，太累了。我花了花这个地方出来玩的呢，你哪还闲闲的？那我们出来玩呢。现在老妈知道我们累了，心疼了。嗯，累了。我在旁边头疼中午也吃饭上去。老妈呀，辛苦了，跟我们熬到现在。就是我认为你们已经拿到二块水果玩了。现在知道我们累了都心疼了，我们。是的。我刚出来吃了这几张物。有用。嗯。有用。吃的张物想自己拿出来。累累的一个呗，他妈还是在家带孙子吧。啊，不要了，给他们去睡觉吧，我们不去了。我的锅，我。哎，咋了？你的化妆箱呢？你拿了，在车上吧，肯定放车上去。大姐生小龙女了，高兴不？肯定高兴呀。嗯。然后今天一听到那个说母女平安的时候，我都激动的都不知道该怎么说了。你哭了好是吧？我没敢在面前哭，赶紧跑下去，一个人我站在那里。你喜欢闺女？喜欢呀，这不光喜不喜欢闺女，主要是担心了这么长时间，是不是？人在外，心在他那里。一听母女平安，一下子就心里压的石头放下来了。哦，哦，其实那样也喜欢闺女。哦、这肯定喜欢嘛，对不对？那咋弄啊？谁不想要个闺女呢？是不是？咋弄啊？没了命呢！叫大姐送给我们呀！两个儿子，要么咱们也生一个。要不叫大姐送给我们？不敢生呢，这生个儿子就完蛋了。不敢拼，真不敢拼。完犊子了！敢拼的话，早就拼个闺女了。等回去把正一领，再生个闺女。不敢怎么办呀？站在大姐喜气嘛。接好运。嗯，对不对？大姐生闺女，咱们也生闺女。哎，闺女啊，生闺女吧，走。啊，你让我手掉水被掉到，看，走洗澡生闺女了，走。黑了，好累，不生了今晚，洗洗睡吧。